最初我的梦想是做个无名英雄，只留下身影和勇气。后来我抬起头，用更多的汗和伤来让你认识我。电影在变，对手在变，我告诉我自己，这条路不能回头，只有继续向前。我今年65岁，还不想停下来，只是偶尔想回头看看。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说，不错，加油。我是谁？我是个动作演员，我是无名英雄。心随引动，见大同。